不要一定要中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一定要完美，你要完美，他才会中哦。我触发啦，可以啦，你就看他会不会扁你了。我闪开了，你有事人，你有事人处理一下。我去 PC 后买雨衣。我原本爱就是暴打黄老板。可以，五十收。水超水好。大家的心灵更加契合了。绿水灵呢？不对，哎，绿水灵嘞？啊，我刚刚有进到绿水灵的关卡，我怎么没看到？超完连败，他这要负责吗？我不为你们的脑子负责啊，多动动脑，这些牌都是很好赢的。你一定要破他的记录，来，我们来签约吧。合约是怎么样呢？你拿40%，你拿30%就好了，签了，哎，签了。哎，有人偷我账号啊！好啊，怎么有人偷我账号啊？太扯了啦！哦，我还鬼灭之刃被盗了，定义教训右边的吧，这是我说吧。好啊，我单点不是哎，啊，哎、啊、我忘记选阿哭啊，是不是想害死我啊？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哎，等一下你想害死我哎、欸？好吧，我只能使用强力弹。啊你不是这个不是59%吗？这游戏就一直在颠覆我的几率论呢、欸。我看你不是这游戏真的是太白痴，真的太白痴了。嘿嘿嘿嘿哦，杰宝宝生日快乐！啊，同花跟葫芦谁打？同花打得过葫芦 house。里长被抓到会下去哦，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我们的里长是谁，因为我这边的跟你那个呢，好像是同个吗？我有看到什么前镇小港区的，我记得我上次到的时候被塞东西哦，那你是得好好收起来，口罩跟卫生哦，是用那种包装的 啊所以里面有几张？有几张口罩？哎、欸，你继续，你就继续嘴臭。嗯，怪兽没料。哎、欸，对，他说我会被被扣信誉分呢、欸。有人要兑换清理垃圾，好，清理了。园区好痛哦，哭啊！我怎么被他秒掉了？怎么还有声音啊？啊啊！我刚把你清理垃圾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冷静。你现在是只玩那只是不是？啊啊！你又不买其他只？你说我不送你其他只哦？我就跟你说要有菜呀、啊，还有那个好运气啊，你就只有买大东啊，我就只能玩大东了、啊。哦，啊，不然还有暴走萝莉啊。我只能说阿拉丁义的能力有限，你只能再许一个愿望。你明天再去增加你的愿望数量啊。再做我可爱事件。这两个在干嘛？他们看你没有哦，没怎么看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他找到！你刚手是抽筋的，为什么我的角色刚刚谁抽筋啊？啊，这个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本着晕他能怎么办？哎，怎么放我一个人在白龙里面啊？救命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全部都给我冲出去啊！哎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来不来得及打？哎，哎，你干嘛？不是，我只能跟你说哈，有意外。你该不会又没射到智能施法吧？你怎么知道啊？好扯哦！大敲三对，
哎，想到我不要抢了吧？哎，喷他去哦，喷他去！哎呀，我的法拉利，我操，来人了！我还没六等啊，你作弊啊！不是啊，我还没六等啊，我还不能一打二啊！哭啊，对面又新来，主上不会赢，上路无关胜败，我要转守为攻了。史丹利这里会说什么？这人新来，不然他打得过我吗？我被 counter， 那是真的新来没？他吸了几次奶？我有吸过吗？聊天室，我也想吸奶啊！完了，我好像一直在迟早哎、欸。我是玩得很废啊！我好像已经不能再玩得更烂，没办法啦，被 counter 啦，他吸奶啊！我这里只能说一句，痛得要死！妈的！哎呀，你的同志，你去看看 ZZ 的台好不好？谢谢老板的抖内，谢谢老板的抖内。他说要给我买 skin 哦，好 OK， 我会把这个钱拿去买我现实生活的 skin。明天我就会穿着泳衣开台，我去 PC 后买泳衣。哦、有狮子哎，有狮子跟胜败好像会有加成哦。不是，等一下，不是，等一下，不是你这样子我很难玩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子会难玩啊。这把我们15了啦，好不好？不要16了，我们这把等15，好吧？再两分钟啊！阿翔，我真的不能挂机啊，我没办法啊，我这个人还没有挂机过啊，我也没放队过、送头过啊。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好不好？还行不行？哎、你是不是快不行了？他现在在我旁边一直哎，好可怜啊！等一下，拜托你再等两分钟，就两分钟，好不好？我先拿钥匙啊，先戴口罩。这样子等你就不用等了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我先准备好了，你再坚持一下，不是，你再坚持一下，等一下。是不是要准备拿明明与明明米之刃哦？那是什么？不共之刃吗？来啊！不要只会滚啊！先去想到战法，等他贴近我，就是我的机会，因为他的刀没有我快。哎哎，靠！他刀比我长。锻造石5号一颗。啊靠！晕啊！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可以撞到我啊？他是我病毒是啊！你来啊！完蛋！来球！来啊！球！不是我，是他！你砸他，不要砸我！炸裂 CFO， 他一直炸裂 CFO， 你把他反过来是怎样？一起，等一下，什么鬼啦？又是什么问题？到底又什么问题了？被抓了，死亡之物。他妈的！我被门夹死了，什么？他在一个门口用死亡之握，我被夹在门口，然后他一直甩巴掌。哎，用力点，蓝王，好，交给我，最后一下，交给我，来吧，跳进去。交给我，兄弟，你的命我收着。妈，抢我老婆，杀！现在根本不知道老婆是谁，先处理。我在这，滚！你完蛋了，继续那边耍白痴，来喽，死神来喽，撒旦来喽。完了！可以点评塞尔的操作吗？
哎呀，少爷就是没玩那个、哦，他就玩雷哥就把对面咬死了、哦，他一定会是玩一些白痴角色。哇，尬 JJ 还在输出是不是？这输出啊，尬 JJ， 咪咪好友砍了吗？怎么可能砍？那个一定是最想加啊、哦！一姐早安，阿、啊、这还没关台，有我有看到他那颗混食术吗？哎、欸，好丑，好丑，好丑！啊，他死的时候，还是换一下。好，我操嘞，什么？米米不打吗？米米不是要跟那个阿 B 他们，还是没有？哎、欸。主播累了，大家看得出来了，主播累了啊！等一下要休息了啊！赢的有一点点心虚，一点点。哦，我懂，我知道队长都怎么做的，就这样，放着，然后去上个厕所。好臭，没有。什么东西？我们这是向队长学习，好不好？我这颗心都一直是很尊敬我们队长。哦，你可能看不到我比着我心脏。我要不要跟他双排？他要 AD 钢普，冷静吧，阿蛋。啊、哦，其实有些话我只是不想讲出来。AD 钢普真的是，哦，哦，你懂吗？大凯说我死定了，你就继续乱传话，还敢说大凯说我死定了？我才不信大凯说我死定了。我只能跟你讲，你死定了。你这个包敢跟我排，你不用过，我派起没把拿。哎哎、欸欸，你走开啦！你有必要这样吗？你真的要这样子，我就死给你看哦！你真的要这样对付我吗？你确定？我真的要死了、啊！人说谎言，太变态了！如果他们够聪明，就已经还以为你很结实呢。我的，我的，我丢啊！哎，等下，等下，等，对不起啊！哎，复活，复活，拜托你赶快复活我，碎啦！去吧，别再死了。去吧，别再死了。为什么这个语音都呛人啊？你一直让你不高兴啊，不爽就要滚，快滚啊！不是，你知道我之前说要滚快滚，在嘴他的时候，妈妈还有人会说：“哎、欸，丁义你就是这样养粉的。”克制啊，那你都没有，除非你这边再贡献100 QQ 币，我们这边就有专门的服务。但你有够不是？俗话说得好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没错，就是那句，我不偷不抢的，怎么可以说我恶心呢？对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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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等一下这两个一起买，然后阿辉来，完美。呜、哦！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回来了，解脱者，好像停产了哦。
所以我现在只要一直留着这只，我以后就有可能发家致富吗？以后就靠你，我感觉有料，这鲨鱼有料，停产是他的损失。蓝蓝棒，羊驼，羊驼，看在吴伯份上帮忙，找满五个朋友一起打喽吗？哎，我们不是朋友，所以他没找我。哎呀，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。我昨天梦到，我昨天做了一个春梦啊，害我今天起床的时候，我感觉很累，感觉很累，你们知不知道？那种在梦中有点纵欲过度了。丁义决心打赢圣主，是的，丁义的决心大能跟屎一样，还在那边我昨天看了几场，他蓝条，哎呦，你怎么在？哎，怎么样？我说哎，来，我大八秒。我干你老师！哎，我原本的 ID 你们知道是什么？我原本 ID 是暴打黄老板。我天！他死了，吸死！哟，冷静！哎，再回来继续吃冰。哎呦，你刚才刚才加橡刀，结婚刀啦！主播刚刚跳不到包龙是因为阳痿吗？你上次那个药没有用，不是跳啊？对，我就是阳痿才跳不到包。他怎么不踢我啊？真的不踢？真的不踢吗？那第五次就在旁边呢、欸，他现在是觉得我没办法秒他，他在，他是不是在勾引我？谁呀、啊？啊！我都在，救命！哇！我鬼子回血没死，哎，爆筒子啊 ！Q 啊，吃这个 Q 啊！单杀。急了，他怎么急了？他伤害根本就不够，他伤害跟我天壤之别。干！别突然上啊！干你娘嘞！我们五个，难道这边有六个不成？上啊！急啊！来，给我看！三小！啊！不是。你到底在干嘛？哦，他怎么又在剁那个虫虫？你不要再扛坦克了！我的天，哎，这游戏真好玩！耶！
这到什么都做游戏啊？主播这猪排多大？这猪排哦，以这个我只能说猪排以如果以这个。如果以这个英文数字 来分别的话，应该有 A B C D E F。嗯，老实说吧，真的只是想把所有人都踢掉，留下他跟JJ过上没羞没臊的日子。